要建设和平安宁的未来。当今世界变乱交织，风险挑战层出不穷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。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，不是选择题，而是必答题。各国应秉持共同、综合、合作、可持续的安全观，以对话解争端，以协商化分歧，以合作促安全。大国尤其要做出表率，打破地缘政治小圈子，超越冲突对抗小集团，做世界团结的推进器，国际和平的压舱石。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，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。小船经不起风浪，巨舰才能顶住惊涛骇浪。各国要共享发展机遇，谋求合作共赢，片面追求赢者通吃，执迷打造小院高墙，只会禁锢自己，隔裂世界。